淡水樱花里是全台湾上界开发的地区之一，大部分社区民众拢是住伫咧遮，超过有一甲子。为着要迎迎当地超高龄的现象，李长镇确认，除了是扩大关怀时代服务，今年嘛按算要来投入设置这个时代艺术治疗，要伫无真侪进程规划老人话题。每礼拜一遍，樱花里长邀集李来。请中度的失智老人来活动中心，也聘请安第斯乐团来甲因拍鼓，希望透过音乐节奏的介入，刺激失智人的感官，提升长辈手、目睭的协调力。李长郑确彦表示，李来除了独孤老人多，失智老人的问题更是严重，所以除了音乐，伊也拍算伫母亲节的进程规划老人会展等一连串的活动，其中就收集15位。接受半冬画图训练的是大人来投入艺术的治疗，要让外界看到因延缓老化的成效。从不同触感的材质，铅笔、色铅笔啊、细色笔，到粗的彩色笔，到最后的油画，我们都很惊艳，因为发现真的效果很好。从开始画画的时候找不到。他的那个工作材料的东西，那后来老师给他们归类，啊，连围兜兜也帮他们编号，他们也会自己照自己的编号去穿上围兜兜，拿上自己的工作笔，然后来画画，而且非常的专注。啊，里长的话真的很用心哦，对这个老人这个健康促进哦很用心哦，不定时的话会举办一些活动哦，啊，你看如果平常来这边的话，一定会看到里长带着老人哦做一些健康促进活动哦。根据了解，针对艺术治疗团体运用伫实地是大人的效果，一直持续在做研究，所以不管音乐或者是画作的训练，在实地人口不断提升的情形，也提供政府相关单位很好的参考。记者宋英和中西区采访报道。